欢迎收看勇士三月十大好球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第十名，这来得太突然，这是我自己哇。东超的也算在里面啊。哎，我好球 TJ， 帮自己加油。其实就是一个快攻过程的，算是本能反应啊，因为练球的时候都有做过这些。那时候其实很享受在球网上，所以很多东西是突然做出来的，你也不会去想太多。所以问我怎么过掉或是吃掉的话，我其实也不知道。那就是很开心可以在这个球场打球而已，我在享受。所以我最后跟廷恩是笑笑的在讲话。第九名，杰哥，第四节倒数。以为他要挑战温德，然后就他传出去，然后变成是一个团队的很好的传球。杀神 Z 苏嘎结束，杰哥的动作好漂亮，然后再加上最后我们攻的漂亮，传的漂亮，最后投进的也很漂亮，然后把这场比赛拿下来。第八名，哇塞！老爹，哇，好一个快攻，边对边传中 ，CJ， 他是一个非常会配合我们的洋将，所以很多的进攻篮板，然后小球的扣篮那些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习以为常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出现在哪里，这算是一个练球下来的一个默契吧。第七名。剑哥超级，三二一零，神抛！哇，剑哥舌头都吐出来了。他那个超球的点判断的，我觉得非常到位。然后再来是过去进攻剩下的时间，他其实也有在注意，所以这是一个优秀的球员该有的表现，所以一样也不太会去意外。第六。绝妙传球，传给石头恩，好球 CJ。CJ 收球找不到人传 ，Tano， 哇，绝妙好球传给石伯恩，好球，美好的搭配。第五名，又是东超了，廷恩的超球，快攻，大转身。从杰哥那边学来的，谢谢杰哥。好球 TJ 再一次，因为我知道廷恩很喜欢抄球，所以当他抄到那个球之后，我只知道我要全速往前进攻。然后，但是关于这个转身，其实是心里很大的一个坎，因为我受伤过，所以在垫步或转身这方面，其实从开完刀到现在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克服它。所以这场比赛，当我做完这个动作回去看的时候，是多了一份感动。这样，第四名，杰哥传给 Z， 一个 pick and roll， 又是一个大传身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的原因啦。好球，杰哥，我都在偷学，他连球都在做这个。还有最后一个招牌的波头法。这个转身是传奇啊，刚好在进来的第一年能够第一个可以跟杰哥当队，然后再可以遇到林书豪这么棒这么优秀的球员，其实在他们身上也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特质，但是其中一个一样是他们都是有一个不服输的精神存在，所以当他们两个在球场上竞争的时候，也会很激励自己，然后也会非常亢奋，因为算是一个不容易的机会。好，第三名，东超 CJ step back， 自己投自己捡 N1 灌篮，好球。
个平常练球都看得到，习以为常了。大家可能觉得很强，我们觉得很正常。Top two， 好球，施国恩快攻，廷恩的转身传给桂宇，再来一个背后传球给石头恩，好球，这个快攻。勇士 2.0， 美妙的搭配。原来他有怒吼一下。第一名，第一名怎么是这个？而且还有声音。愚人节快乐！啊，对，今天愚人节啊。啊嘞嘞，难怪我会来录这个啊，这第一名，实至名归啦，这个。哦，还有真正的第一名啊。杰哥传给 Z， 一个 handoff， 背后传球，左手扣篮，好球 Z。原来他还可以这样跳，不知道他会这样跳，我以为他是那种抛投放篮，结果他用扣篮。看这个背后传球，我要跟杰哥学一下。上场比赛是不是也有？对对，麦克。对。要问一下那个唱歌上了我们第一名，谈一下那个感想。我觉得就是好玩啊，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听歌，但是唱真的问我要哪首歌，我其实也不知道。那就是有刚好这个机会，可以在比 KTV 还要大的场合，然后可以去唱歌，然后给所有的球迷听。那其中一个是当天赢球，然后我想要回馈给球迷，那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一面。谢谢收看勇士三月份的十大好球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讲的过程，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歌声，那持续继续帮勇士加油，我们会做出更好的十大好球给你们看。